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質疑係美軍將新型冠狀病毒帶到武漢。趙立堅喺社交網站 Twitter 轉載美國疾控中心總監雷德菲爾德喺眾議院發言片段，承認美國部分似乎死於流感嘅病人之後確診新冠肺炎。趙立堅要求美國公開零號病人幾時出現、感染人數等嘅數據。 又質疑有可能係美軍將病毒帶到武漢，話美國欠中國一個解釋。